阳为两仪，由太极第一级划分产生出来。阴阳的进一步划分，第二级划分为四象，即太阳、太阴、少阳、少阴，作为阴阳消长的四种状态。四象代表四方、四时、二分二至等，对于描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下面请听张其成老师详细讲解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四象，然后再解释八卦啊。这个四象啊，大家看一看，哎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有没有问题问我？这四象里面，你说这个符号为什么叫少阴啊？这个符号为什么叫少阳啊？为什么不能倒一下？这个叫少阳，这个叫少阴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是这样的，中国人的思维啊，我刚才说了两个不同的中西方思维是吧，一个是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的不同，一个是功能性思维和实体思维的不同。另外第三个不同，中国人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第二个，还是属于第二个。你们发现吧，我们中国人啊，注重的是什么？我刚才讲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功能。而西方人重视的是什么？形体，对吧？好，那在上和下这一对关系当中，记住下面你说是体还是用，功能也叫用，作用啊，功用。实体也叫体，我们这两个概念记住，体和用，这在古代哲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，体用，体用不二。那我问你，下面和上面，你猜一猜啊？按照体用来说，下面是体还是上面是体啊？下面还是上面？你觉得体形体的东西是在下面还是上面？哎，下面。对了，所以下为体，上为用。我说过了，中国人重视的是用，所以这个用是阴还是阳？阴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不是阴吗？所以叫少阴。那为什么叫少阴呢？少阴跟太阴是什么区别呢？很简单，太阴就是多，你看两个都是阴，少阴就是少，它是属阴的，但是比较少。那太阳跟少阳同样如此，你看上面是用，我们这个的作用是阳，所以叫少阳。这个阳呢，少阳比起太阳来又少一些，太阳两个都是阳，少阳就一个阳，所以一个多一个少。也就是说你看，阴阳是性质的不同，任何东西都分阴阳。然后四象是什么呢？是阴和阳里面又按照数量的不同、程度的不同，阳里面分为太阳、少阳，阴里面分为太阴、少阴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这个叫四象，这个四象啊又有别的称呼，叫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是啥意思？什么叫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？那哪一个是青龙啊？哪一个是白虎啊？这个知道吧？来，我们它是怎么来？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这是对什么的分类啊？方位。对了，来，我们看四个方位啊，北半球，注意啊，北半球四个方位，东南西北，哪一个方位阳气最足？东方阳气最足，就哪一个最热？哪里啊？南方最热。哪一个最冷呢？北方最冷。那么最热的叫什么？太阳。
那最热的南方，所以南方太阳你写一下，下面写南方，注意这是北半球啊，南半球里面刚好要倒过来，南北要倒过来啊。现在南半球正在冬天呢，我今天看我那个孙子啊，穿的很厚的衣服了，南半球。所以南半球是北边为太阳，南边为太阴，越到南边它越冷，越到北边越热，记住。那我现在不说南半球，我说北半球，北半球太阳就是南边，太阴就是北边。那现在来我问你，那少阳是哪一个方位，是东还是西？为什么是东？因为东边太阳上升，西边太阳下降，上升的为阳，下降的为阴，所以东边为什么？少阳。西边呢？少阴，太阳落下的地方少阴。好了，我们再把四神兽加上去，就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啊，这四个方位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那中央是什么？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那中央呢？听说过吧？叫勾陈。勾陈，勾，勾子那个什么什么水沟的沟，去掉三点水，陈就是耳东陈。勾陈是个啥东西，知道吗？很有意思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我们一般都知道是啥东西，是吧？勾陈是什么？慢慢去想吧，现在不告诉你。我们先把这个四个方位搞清楚啊！来，你看啊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是怎么来的？你们知道是怎么来的吧？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是二十八宿，所以看风水是看天文，天上有二十八宿，其中东边七个宿。脚看敌方心为鸡，一连起来就像一条龙。那东边为什么是青龙呢？因为东方属木，木就是青色，青包括了绿，所以东方是青龙。西方七个宿，魁楼、未卯、壁子申，一连起来就像一只老虎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是白虎呢？因为西边为金，金是白色，白金比黄金更加名贵，所以是白虎。南边七个宿，景鬼、柳星、张义珍，一连起来就像一只鸟。什么鸟？朱雀。朱雀是啥东西？朱不是红色吗？南方不是热，热是火，是红色的。朱雀是啥东西啊？我认为就是凤凰，但现在有人说是朱獾，是一种珍稀动物，快灭绝的朱獾。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其他的都是神兽啊，是吧？那白虎也不是一般的老虎啊，是吧？青龙，龙你见过吗？是吧？这个都是神物啊。那么北方七个宿一连起来就像个什么啊？北方是北方最有名的一个宿叫什么，知道吗？北斗啊，斗，斗流吕须威势壁，一连起来就像一个乌龟，背了一条蛇，龟背蛇啊。但是你从星象上看不出背条蛇，隐隐约约的，这个呢就是玄武。所以来我们看看太阳是什么，来用四神兽来告诉我，太阳是什么？朱雀。太阴是什么？玄武。少阳是什么？青龙。少阴是什么？白虎。很好，所以我说过了，看风水就是看天文。
章节提示：一、太阴太阳象限内是纯阴纯阳，少阴少阳象限内是各含阴阳。二、易传四象与星宿四象相互融合，在二十八宿中，四象用来划分天上的星宿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是四象的代表物，青龙代表少阳，白虎代表少阴，朱雀代表太阳，玄武代表太阴。